好久不见，佟丽娅在机场出现啦。当日，佟丽娅穿粉色亮片嘴唇图案装饰 T 恤，外搭粉色绑带夹克，下身穿白色破洞毛边牛仔短裤，脚踩阿迪达斯粉色运动鞋，随性又俏皮的私服很养眼，搭配一头清爽短发，造型甜美靓丽，吸睛十足。而细节方面，丽娅戴紫色镜面墨镜，耳环和戒指都选择了珍珠系列，背灰色双肩包，还有几分学生的青春气息。一直都知道丫丫很瘦，看着机场又细又长的大长腿，从脸蛋到身材都很完美啊，笑起来嘴角小小的酒窝多可爱，背影也是小小的一只呢。丫丫女神一笑起来世界都美好了呢，看来最近心情应该很不错，还是希望丫丫多出来活动，多贡献出一些美丽的造型啊。